美女，那咱们采耳现在开始啊。嗯，我先给你做一个放松啊。膜上有好多小碎屑呀，一会儿给你清洗一下啊。嗯，力度不合适了，及时跟我讲啊，美女。你是不是平时采耳比较少？没采过。哦，你紧张不？有点。尽量放轻松啊。这个工具会比较深啊，嗯，给你转毛毛啊，美女，这个会直接打到你的耳膜上，声音会比较大啊。嗯，
会有沙沙的响声。毛毛打着啥感觉啊？你还舒服，那你还挺适合采耳的，给你清洗啊。嗯，这个是温热的夏夜啊。多少感觉？洗完以后感觉里面好像就是听了特别清楚。
感觉听力都变好了是吧？洗完真干净，我的按摩上有好多那个小碎屑，洗完就非常干净。